们这个课程主题是美目传情职场人际与情绪管理。其实相信你们在前面的几个主题里面跟几个教学课程里面，你们都已经让自己能够安全的进入了一家公司。可是当你进入一家公司之后，我相信你接下来你会对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同事、你的上司，还有你公司里面的朋友，一些人际的问题，你都必须要去处理它，而且你都会去面对它。而当你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要如何解决？我们将会在这个课程里面告诉你们，你们有哪些方法及配合。第一个主题，我们是在讲 EQ 跟 AQ 的重要。在主题二里面是关于职场人际一把照。在这个主题里面，我们接下来将会要开始给各位同学做介绍，我们如何把我们身上有的 EQ 跟 AQ 拿去实际应用。而当实际应用在这里面的时候，我相信这对你们在职场生涯里面将会使你们如鱼得水，而且更精进，也会使你们非常容易的跟你的上司以及同事以及下属来相处。那我们给各位提的人际关系的十大准则，它包括了有沟通协调、以礼待人、笑口常开、尊重包容、谨言慎行、乐于分享、放下身段、察言观色、热心以及正面思考。我们的主题是要跟你们介绍是 EQ 跟 AQ 的通识库。在这个主题里面，我们会有以下就会列举的非常非常多的例子跟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元素，要让大家去记住这些元素。它不是非常笼统表面性的那些叙述，它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显而易见的。而且我们不止在职场里面，我们平常在家里面，或是我们跟我们父母兄弟相处的时候，我们都要随时牢记这些元素以及去实践它。